交心朋友啊，每一年这个时候呢，都一起来庆丰收，也感谢许多的媒体先进为你现场做采访啊。那现在也看到了我们的那个艺术家，你是摄影师啊，你是大家的好朋友，掌声欢迎三起床，哎，起床吗？哎，奇怪，啊，那有哪个名叫起床？没有错。名字叫做起床，哎，每天都很早就起床啊、哦！哎呀呀，直到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哎、啊、但是呢，早起的虫儿就被鸟吃，哎，那个干嘛怪怪的哈、哦？谢谢，看到我们的起床大哥摄影师记者哦，他的相机啊。对着你的时候，记住啊，要比个耶一下，比个赞一下，大声说出五根莫五根，你是我的小心肝，看见没？啊，请各位在舞台正前方的好朋友啊，现在暖身一下，暖身一下，哎，闭起来站点，看没？来，闭起来站点。啊，我说呢，五根莫五根，大家说你是我的小心肝，好不好？然后呢，哎，看着我们大胡子这一位叔叔。哦，看着大胡子的叔叔哦，起床摄影师哦，哎，等一下就上电视哦。骨坑吧骨坑，你是我的小心肝，再一次闭着眼睛大声说，骨坑吧骨坑，你是我的小心肝，来不起盖，骨坑吧骨坑，你是我的小心肝。啊，起床都唔好，腰酸有咩加啲乜鬼？哦，花骨干，你是我的小心肝。然后呢，跟大家分享哦，今年度啊，云林县政府哦，把云林的花骨干取了一个名字，叫做1305。1305。啊，今天是司法，司法协会的你老的啊，哎呀，哦，你若讲这个花莲的花骨干哦，你就会感觉啦，是这个。环境不推荐的，1305，这是一个品牌，1305代表。
我自己自拍。在那家。哦，这个。哎，新年快乐哈！来，新年快乐。干净。来，新年快乐。你们给那个主办单位，武康乡的乡长沈胜腾，年轻后代，乡长好，谢谢。还有一位呢。啊，你也没。开幕式当中啊，来隆重的颁奖表扬，谢谢。那么今天的活动呢，包括有舞台节目精彩的表演、隆重场面的展示，以及纪念游戏，还有抓抓乐，以及爆米香分享，大家来享用。还有骂骨干哦，非常好吃的骂骨干，希望呢大家会喜欢。差速就是60公里以上，还有酒后驾车，还有闯红灯等易发生事故的违规行为，来做加强的取缔。那希望行人还有各位大哥大姐，然后回去帮忙宣导一下。春节期间返乡的话，大家团聚很高兴，但是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喝完酒的话，麻烦找代驾或是请亲友，最好是不要碰方向盘，这样子才能确保我们的交通安全。然后，行人经过路口的时候，请那个车辆驾驶人一定要慢看停。然后，行人的话一定要停看停。到了路口，我们要把路口净空，才做通过的通行的那个行为。像上次那个一家四口。过马路的时候，就是因为驾驶人酒驾，还有一个没有减速，没有把路口净空，造成了严重的事故。那所以，我们呼吁一下，驾驶人你若开车条都快看路口的时阵，一定要放慢，确定没有车子
不是说绿灯，我们就有一 L 一盲区恋人犯规。到了路口，每个人都有责任把车速放慢，确定没有车子才这样子才能够通过。好，以上拜托大家，那希望今天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爱不？有哦，非常简单。等一下呢，在看活动之后，请到舞台左前方的古坑乡公所清洁队的摊位签名，就有机会获得这个非常漂亮的口罩哦。先把这个口罩送给现场的好朋友。哇、哎哦，好可爱啊、哦！好，送给妹妹，小美女，你住哪里？说我们住永光。永光。永光，我看眼睛嘛。这一边先练习一下，我们才会我看谁最大的声音好不好？好，来，五杠半，五杠。他现在果树上面有的就是，爆炸，刚刚我讲，没错，没错，然后在果树上爆炸哈，还要再如果有释放五杠，就能够有目前非常充沛的活力。那一定上乡长哦，明天都是两斤的五杠。所以说，不要排单。不是阿良有两斤哦，在过年前把它。处理好是骨科的化骨干冷冰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先不用，对不对？再次哦，我们正前方这个区域的哦，让我教你哦，骨科化骨干，八百到，你是我的小心肝，再次大声一点。骨干一起大声说，你是我的小心肝，来这边的哦，哎，左前方这位小胡子大胡子叔叔哦，正在摄影，马上等一下就上电视了哦，来，大拇指比出来了，骨干骂骨干，你是我的小心肝，再次看左下的骨干骂骨干，你是我的小心肝，太小声的再一次骨干骂骨干，你是我的小心肝。妹妹，这边的几分？妹妹说60分而已。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哦。哎，展现我们的活力哦，用我们的小心肝呢、哦、来支持哦，来站。
由你们的泉水来灌溉。但是我觉得说曼谷不是说只是它要酸糖甜要酸糖甜要高，它高酸又高糖，这样你吃起来才会有那种风味。要不然你只有甜的话，那你就要吃那个砂糖醇，它完全没有酸的，它那个就吃起来不知道在吃什么。包括咱的叶伯凡、百变马家酒车。
哇，谢谢，呵，来跟大家呢拍个照一下哦，呵，好看前面喽，看前面喽。来车，咱的副馆长、乡长哦、处长哦，啊，搁咱主编的代表哦，来比一个赞的，比一个赞的哦。好来，那么我说呢，大吉大利，看管你者啊，大吉大利，看管你者，大吉大利，高一点，再高就会挡住后面哦。哦，还没有来，我这样子 OK 了哦。好，看前面喽，比个赞喽，比个耶也可以哦。哦，那我说呢，古坑骂古干，大家说你是我的小心肝喽，古坑骂古干。你是我的小心肝，再一次喽，古坑骂古干，你是我的小心肝，大声一点，一起说，古坑骂古干，你是我的小心肝，耶，拍拍手。哇，谢谢谢谢哦。好，那么请乡长留步哦，乡长留步。那贵宾呢，请先回座，稍作休息片刻。小朋友，请起立。哇，小朋友，谢谢。哇，厉害厉害的哦。登高米丁，哎，大吉大利哦，请乡长留步。紧接着呢，跟大家来致欢迎词。那其他的贵宾，请先回座，稍作休息片刻哦。谢谢，哇，小朋友，拜拜。哇，好厉害哦！谢谢谢谢。那么东西啊，为各位来介绍哦，那的贵宾和朋友哦。那今天呢，非常的荣幸，邀请到许多的长官跟贵宾。那么现在呢，为大家来做介绍哦。那么首先介绍的是主办单位古坑乡的乡长沈胜腾乡长好，林书浩大海哦，还有我们的指导单位云林县政府谢淑雅副县长，副县长好，在舞台正前方这位，以及云林县政府农业处吴方明处长，处长好，欢迎在舞台的正前方这位，谢谢。那过来就是他的协办单位哦，江乡华宁。古坑乡民代表会哦，叶副官、叶代表、代表李月，欢迎。舞台左前方这一位，欢迎哦，以及我们的赖嘉宾代表。你好，代表你好，欢迎，谢谢。啊，各位哦，那呢，船长哦，欢迎。荷包给人熊，给船长。孙长华，哎，马先生给他给他骂骨干的受奖扬子哦。一批华山 A 船长李国和李村长，村长好。以及呢，那个新增罗社员罗船长，船长你好。特别感谢斗南分局副分局长张百平副分局长，欢迎，谢谢。只不过呢，介绍我就要保分哦，稍等嘞，咱再过来包装这介绍哦。那首先要请到咱主管单位沈胜腾乡长来致欢迎词。我来这边来祝愿，哦，自己入村人了哦。啊，今天嘛上辛苦，那个吴天先生，哦，啊，过来就是讲，那个副县长，啊，那个农业处长，啊，那个赖代表、叶代表，啊，团长、李村长、华山团长、李先生团长，啊，那个团长秘书、谢秘书，啊，那个哦，表达他们关怀哦，来到他们关怀哦，啊。那你注意哦，啊，那你有病的哦，哦，别人上山顶哦，伊也有病了，你莫高兴个时候，我是阿伟得第一名啦，我告诉你看，你看我得第一名哦，啊，再多哦，那今所有有病的农村几多，你去再多，所有农村几多，大家咱大家好，听我意思。你先哦，那你管这边者，我一定大约哦啊，我们管的大约几天哦，两家大哥，两家机构，一当天呢，高培龙哦，他销售出来哦，因为咱所有互联网嘛是咱高培龙做起来机构上济尔，所以哦，管这有一天那点嘛，我们管的哦，大约今天为咱高培龙的农民。全部是以后哦，一个黄花炮，有没有？啊，你办最多钱嘞？一定一定一定办对，办这个玩意。
上来看尔，所以吼，换你讲，换你面拢正面，吼，换换拢正面，吼，你安尼讲的哦，就等于一直安尼支持较正面的哦，所以吼，木哥，你的木哥是咱上好，过年的礼品，今年吼，木哥红都水，来得大利，所以吼，咱吼用这木哥买平哦，就等于哦，过年拜拜，吼，大家多赚钱啊，今年哦，实在这木哥吼。老二，老二表哥，我哥今年过年，中午是我哥上好，哦，来地方中午用啲时光，其他过年时间哦，其他哦，我哥给你安排，我哩大家等你，我哩大三的钱，哦，啊，过来。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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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乡长有讲着吼，今年年我讲讲吼，你这个马尾尾吼，真正是爱紧哦，脚手爱紧，啊那无吼，就爱搁等一天吼。啊，今我每一次来看到咱这个黄敏敏吼，我讲，我嘛拢真感动的，咱就知影，咱要过年啊，过年时啊，就真正讲的吼，不管是要自用，或者是要上礼，啊，咱要敬神拜拜祭祖吼，咱的我讲拢是上介好的选择，啊，做咱的金牌。处长哈，另外是咱高铁的主席哈，咱的处长来了后，我们整个通路的话，也在恭喜多管齐下。对啊，顶礼拜咱嘛在去东升哈，东升购物台，啊，当然我们一些电商平台，包括实体的啊，也在施工哈，我们外销哈，即嘛外销，今天讲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一边哦，今天讲一边良心哦，因为上次处长嘛安排有咱台湾上。四爷哈，那嘞陈美凤哈，这大姐姐来了啊，所以呢，包括现场直播一些真的新加坡，这网友他们就立即马上讲 ，APP 都会买，然后刚才那一边哈，处长已经超前部署啊，所以新加坡一边咱嘛拢有外销会，所以咱的农友，咱就是认真啊进，啊今仔日就一个足特殊足好诶，就是咱拄只看到头前只有无，咱这一个哈英雄榜，就是咱这一次哈。啊，特别哦，咱的县长、乡长，大家感觉讲哇，不过刚这么好，这么赞，咱嘛是爱来个做一个比赛。所以呢，今仔日哦，立顶的、头顶的、腰长的吼，拢伫咱家吼，啊，这些拢是吼，咱辛辛苦苦诶，这荣誉吼，大家吼，长时间呐，真真正正，不过刚唔是讲普通的这做文吼，啊，种两三个月当累积哦，这拢是爱一当才一收的，啊，那老长的吼，诶，无三五当。甚至讲十档、二十档的话，哦，这个比比皆是。啊，所以今仔日啊，真欢喜啊，过来伫咱的国庆家，因为咱国庆家算起来真上介济吼。啊，这个物件遮尔好，啊，尤其是搁有咱的农友吼，大家遮认真的加持，真正讲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就是讲袂出来好滋味吼。啊，咱看到顶边有一个 slogan 吼，是咱处长讲的吼，这一生吼，一生上介爱我。爱我的橘，爱我的橘啦哈！啊那另外，古尼是讲哦，你是我的小心肝哦，所以每次当的话哈，真的都是可以把这个话语讲到我们的心肠里面。啊，上太重要的是哦，爱被爱敬哈！啊，不管被上帝、被祖宗哈、被敬神拜拜，拢是上盖好的圣殿。啊，伫这所在嘛，要祝福咱大家哦，上帝得爱上木果，啊，送大家嘛，送大吉大利，大家拢怎么样？平安又吉祥，健康一整年，谢谢大家。大家感谢，谢谢副县长请留步哈，谢谢，再次感谢咱管经。
后面转过来给副县长，那个规身的毛怪，规身的毛怪，规身的毛怪。好，颁奖，看前面，看前面，请看前面。来，闭嘴的站嘞，闭嘴的站嘞哦。好，恭喜李瑞通获得111年曼谷评鉴优等奖，谢谢。好，阿通哥，请到我这边来秀秀分一下，秀到你来大合照哦。来，你来我这边，你来我这边哦，嘿。后来代表嘛，后来来，那呢，也不管代表，阿哥大代表代表哦，来看谁哦，嘿。后来第二位优等奖，许泽伟，请上台。好，来，我们再向前一步，有一点点的阳光啊，苹果光，看水后，来看前面都比个赞一下喽，恭喜许泽伟。恭喜，3、2、1，好，请在右后方稍后片刻，等一下大合照哦，谢谢。来，许泽伟，恭喜，来这边休困一下，来家休困一下哦。嘿，来，下一位是刘毅佳，欢迎，恭喜，哇，刘毅佳，恭喜，哎，丢，哈、哦，好，恭喜喽。恭喜刘一佳获得优等奖，3、2、1，恭喜！好，阿嘉来，好，不要休淡一下，来家休淡一下，哎，来，你来我家，加得，哦，好，下一位，那个优等奖郑连松，来传丢不要了，来，你有，哦，好来颁奖，恭喜郑连松村长。获得111年榆林县茂谷柑评鉴的优等奖，恭喜！好，来从六这边先站起来哟，嘿！来下一位优等奖孙永和，孙永和，来孙大哥，恭喜！哇，碎，来快点解放，飞姐的赞嘞哦！恭喜孙永和获得优等奖，3、2、1。OK， 好，谢谢。好，请在这边稍候一下。来，阿和，来，你过来。然后谢谢下一位苏建元，请上台。恭喜获得优等奖。容易哦，来阿元哦，建元你好，恭喜。3、2、1 ，OK， 好，建元，来你来我这边休淡一下，哎，来这边休淡一下，哦。好，继续颁发的是头等奖，第一位吴春前，恭喜。哇，真叫厉害哦，容易哦。好，吴春前。恭喜获得111年榆林县茂谷柑评鉴的头等奖，3、2、1 ，OK， 好来，来吴大哥，来你过来，我去点一下站点，差不多，啊，谢谢。来下一位头等奖徐阿富，啊，徐大哥，来恭喜哦，阿富呀，阿富，厉害，真叫够厉害。这个咱110年的柏林关茂谷柑的评鉴获得头等奖，徐阿富，好来阿富哥，啊恭喜，来你过来我这边休淡一下哦，来这边休淡一下，来下一位头等奖侯德信，侯大哥，是哦，哇，杰出优秀的农民哦，种植茂谷柑呢，特别有一套，恭喜侯德信头等奖，3、2、1 ，OK。来，侯大哥，你来我这边稍等一下哦。好了，下一位特等奖，江西特别欢迎陈松，周，嚯，真正好犀利啊！哇，好厉害，获得111年榆林茂谷柑评鉴的特等奖第一名，叫我冠军第一名啦！来自在地高级的优秀杰出农民哦，陈春洲。OK， 好，谢谢。那大家不要动，请留步。阿周，好，来其他哈、哦，来挑战咱的贵宾的冷冰冰，一起来大合照一下。好，来那边够行过，这边摆上。好，来站一个这个半圆，站一个半圆，挑战的半圆。阿翔啊，第三点，来挑出来，挑一排了。阿嘉来挑出来，挑一排了。好来，阿你看头前一半，好不好？看头前一半，挂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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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尼镜头会使无？可以吼，啊是要对啊，记者先生小姐 ，OK 吼，好看前面比个赞一下，比个赞一下喽。左手哦拿奖状，右手比个赞。啊，咖喱识别证给你啊。好来，朋友来比个赞一下喽，比个赞，先看正前方的镜头。云林麦古根赞。好，请看右前方的镜头。云林麦古根赞。好，请看左前方的镜头。云林麦古根赞。好，正前方再看一次。超级不换几块呀，嘿！来，欢迎麦古根赞。好 ，OK， 来贵宾请留步哈。那么得奖者请回座，稍作休息片刻。但对旁边来赛哦，靠近来赛，旁边我对比较好啊哈。好，那么请贵宾呢，我们先最后个五六步好不好？为了今天的开幕仪式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启动仪式哦，哦，启动仪式，请工作人员上台，帮忙把道具就定位哦，帮忙把道具先就定位，帮忙把道具先就定位哦。好，那么在启动仪式之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第二个阶段的致辞哦。那么副管理哦，先来帮忙哦，完成启动的一个开幕仪式的任务。那么这个启动仪式呢，叫做老张的茂谷甘树哦，在地生根，永续发展哦。也请公所的一级主管上台，一起来宣布活动正式开始好吗？好。好，谢谢，请公所的一级主管也请上台，来动作快一点，动作快一点，公所的一级主管，来请小跑步上台，展现我们的活力。啊，说到了五四三二一之后哦，交流那里坐定，不管定，兄弟哦，啊，都那里陪伴你啊，从那里麦古甘的果实哦，那个大起来这里起挖机，细微安尼很好哦，象征我们的麦古甘能够在地生根，永续发展，同时呢，也想。也响应哦，我们的环保能够呢，让麦古甘跟大家永续的发展哦。那呢，一起主管脚边啊，脚边啊，来两边并脚转，两边并脚转，两边站出来，两边站出来，站了一个半圆形，站了一个半圆形哦，嘿，站了一个半圆形，好。然后我们有手拿牌就暂时拿一下哦，好啊，这边，靠近这边，这边哦。好，这边啊，嘿，好 ，OK， 好，谢谢，谢谢啊、哦，好，我们先看正前方的镜头，先拍个照一下，先拍个照一下喽，先拍个照喽，倒数五秒之后，哦，再请把我们的麦古甘贴上麦果树喽，五、四、三、二、一。请长官贵宾把麦古甘贴上茂谷树啊！正式宣布2022古坑麦古甘节就干爹正式开始喽！掌声恭喜！请把乡长跟副乡长的手拿牌递上，谢谢。好 ，OK， 好，我们请看前面的镜头。我说呢，云林麦古甘大家都赞了啊、哦！云林麦古甘赞，古坑麦古甘赞，云林麦古甘赞，古坑麦古甘赞。好，谢谢谢谢谢谢哈、哦！好，来阿金嘛，现在的贵宾哦，能够呢，先请回坐一下下，请处长留步，请处长留步哦，请处长呢跟大家。来说明什么叫做1305，什么叫做云林麦古甘哦？那为什么呢？说你们麦古甘会这么的健康美味，又这么样的好吃哦？请工作人员用最快的速
动，把骂虎干树移到后面。我的整台好，荣誉处长吴方明请致辞。好，谢谢我们电杰乡，那乡长、副县长，还有我们有两位代表，三位村长哈，那以及我们公所的团队，和我们的在地还有外地来的所有旅客和乡亲和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拜拜。我想今年今年都是咱云林县吼啊，政府这边啊来向公所甲农会啊共同来举办咱五谷柑第一遍的比赛啊，所以拄啊真非常恭喜咱所有得奖，或者是咱的所有参赛者吼啊，今年吼啊所有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吼非常无简单，因为吼种植先无雨水吼啊非常的大吼啊，所以今年基本上吼验收才都有两成吼啊，所以咧咱咧种植时阵吼，伊嘛面临正大诶这个困难吼，啊加上日头正大吼，所以今年一般来讲，伊的皮衫拢无够水吼，啊但是咱诶咱的整个的比赛吼，啊要求啊非常的上，非常的悬，包括咱家己的老师吼，啊甲咱的农改场，啊咱所有的专家、甲个学者，啊来共同来做相关的评价，啊甲来选出咱吼，有十位，咱的这个吼非常好，诶咱这个吼荣誉吼，啊所以包括咱都要颁奖款。就是咱今年，巩固着咱的这个高型啊大细粒哦，皮衫的水脉啊完整度哦，以及着吼伊的这个灯迄、那个边吼啊甲酸的这个吼啊整个的这个比例啦吼啊，甲咱的伊的口味吼入是有真丰富吼，等等哦啊来做一个吼咱的这个综合上的一个平等，啊所以非常恭喜咱十名的这个得奖者，啊尤其是咱的这个诶得顶，哎嘛真清楚哦，因为今年。收单啊，所以吼、哦、管理无好来管理啊，但是咱的品质是非常的好，尤其是阮里面五谷柑，伊的重点是吼、哦，咱年前就会使食啊，所以甲台中当时吼、哦、是完全是无同啦吼，咱、哦、是这个清香型、清甜型的啦吼、哦，啊当时这边吼、哦、比较是浓甜型吼、哦、啊，所以它的风味吼、哦、还是一样不还是不一样，有一方土哦，哎养一方人啊、哦，所以这个整个东西吼、哦，它事实上是整个风味上不一样啊，这非常。这台来做咱年前的这个上类啦吼，啊，这个意义嘛非常的好，主要好食，啊，也非常的营养吼，包括里面的类黄酮素吼，对我们身体上的健康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跟提供我们更大的一个能量。啊，今年都拄啊，副馆长也讲到，咱包括来外销等等，也是透过着咱的这个电商跟咱的团购等等吼，目前已经吼来销销售着来个四千外箱啦吼，啊，咱还阁继续来做相关的这个拍拼。啊，去年来顶来今年吼，我有这个回头来转来甲咱买啦，我想这是一个好现象。啊，所以包括透过比赛来有咱的品牌，会使阁加来建立农友之间的技术，嘛会使来做交流。在咱的年后吼，会来办农民吼，啊，咱这些农友吼有来种着种着咱的这个五谷柑的部分吼，来种来做这个技术的交流，和大家人吼会使在这个学习中继续来进步，啊，把咱的这个品质更加会使来提升，啊，进一步来建立着品牌营销的部分吼，啊，咱的行工作甲农会这边啊继续来拍拼甲努力。我是以上啊是咱的这个今年吼，咱的五谷柑，啊，另外一方面，大家主持人有讲着吼，1305其实是。因为咱大尖山的这个关道啦吼，拄好是云林关，咱上关的这个高山的这个关道啊，所以也谐音吼，刚好就是一生爱我啦吼啊，所以我们在大尖山底下的这个流域啊，不管它的土壤、它的气候哦、啊，还有它所冲击下来的这些啊缓坡跟平原。提供了给我们最好上的一个土地滋养的这些能量、哦、所以、哦、我们的柑橘类或者是甚至咖啡还有其他农作物都长得很好，以往我们的品质也可以亲像大尖山同样、哦、代表云林上好上好的这个品质、哦、所以不管是他是我你是我的小心肝或者是一生爱我的橘，我想这都是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把农人最好的辛苦然后呈现给大家、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来帮
东路尾，还是东平桥尾，啊，甚至吼，今日的这个节日内面吼，会使做相关的这个体验。啊，新年头福利位吼，祝个大家人身体健康，啊，今日有风满面春风吼，大家事业拢成功，感谢大家，多谢。谢谢，感谢，感谢咱金牌的处长吼，谢谢，感谢。都那县政府也是公所推荐的不够工吼，咱就甲买落去，爱就无唔对吼。啊，即摆好康大放送，请乡长、处长代表吼来嘉宾和欢迎，村长拢来拢来。乡亲时代，即摆来舞台头前排队，乡长哦，甲咱处长哦，要来送大家木国工，来，啊送完哦，位置哦嘿，啊稍等下，要搁请大家来跟随着乡长的脚步哦，啊大家来头前吃食黄米汤哦，来阿嬷一手过来，来哎，嘉宾来一手我过来，一手你让处长来发来，来嘉宾找处长，来这嘛有，这嘛有，来这嘛有，来。好来，这嘛有，这嘛有，这嘛有，我嘿，来摆两排，摆两排，这嘛有，来这嘛有，这嘛有，我嘿。这边来摆两排。来摆两排，来这嘛有，摆两排，摆两排，吼，好。好来，来处长你退后一点，我嘿，你退后一点，安尼才好搞咯，好。好来，祝大家吼，大吉大利，哦。啊，你慢慢再走哦，慢慢再走哦，伫边啊稍等一下，稍等下哦。乡长，啊，处长，要带大家哦，来对面遐食爆米花。莫走哦，感冒了，你边啊等一下哦，就边啊等一下。啊，佫有哦，唔闹啊，这里还做感冒了，哦，唔闹嘛，口干了，啊，佫有爆米花哦。等一下走哦，等一下哦，不要走，不要走哦，在现场等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哦。爆米花即马爆好啊，哎，我来，先回到位置，先坐着休息一下。现在呢，古坑乡沈胜腾乡长，还有县政府农业处哦，吴方明处长。啊，个人代表、嘉宾、联合员代表，啊，个有团队哦，哦，拢咧送大家高阶上好食的麦古干。啊，同时呢，请舞台表演的新势力啊，上台做准备一下。来，麦古干1305，欢迎麦古干，古坑麦古干，你是我的小心肝。哦，一生爱我的局就是1305，欢迎麦古干的品牌啦。我来。上茂谷干上完为止哦，唔能走哦，回到位置先坐着一下哦。稍等下，兄弟个坐定哦，别坐大家来对面吃爆米汤哦，拢爆好啊哦，茂谷干味道的爆米香。来，要不快有来，快有阿金茂呢？好，兄弟个坐定哦，来跟随我来坐定，来，对象来啊！先来，起码要吃大家爆米花。来，对兄弟后边，来对我后边，对兄弟后边，这样我来。
啊，阿娘嘞，娘嘞，你是要先走吗？阿娘要走，走，娘要先走，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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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嘞，走，娘要走。
首，少年是谁唱的？孟然老师。孟然老师的少年。来跟现场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未来新时代的慧玲。你可以到前面来一点了，这边其实比较不会热。还有没有拿到年历卡的朋友？待会请慧玲送你们好不好？不是把慧玲送给你们了，这个我还要。来来，那带来这首孟然老师的《少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